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小强哥啊。今天翔刚出离岛就被人发现了，看来这营地是有视野了。那没办法了，咱们只能大开杀戒。你小心点吧，别人敢躲你，实力肯定不弱。没感觉到呀，这人的护甲倒是挺脆的。他们也就人多，输出不是很强。这是在牵制你，等他们的大佬过来呢。那简单，咱们趁他们的高涨没过来之前，把这人灭掉就可以了。完了，你已经上头了。哎，还想装挂机骗我，真当想傻呀？成功打伤，咱们把他给补了吧。我去，居然有人在偷偷救人，太不给面子了。咱们先把这两人给灭了，不让这营地人得逞。虽然他们输出不是很爆炸，但来的人太多了，打都打不完。咱们灭掉一个又来一个，没完没了。这个喷火器的甲板好烦人，挡了我一堆的输出。你的护盾没了，这下危险了。我服气了，这人根本灭不完，继续耗下去的话，想可能会被他们制裁。咱们先溜吧，找个地方躲一躲。我的天，被人打倒了，难受呀。早就让你小心点了啦，死活不听。这里离市中心很近，而且周围的地形比较复杂，虽然他们人多，但小强还是有机会拼一把的。这都能逃掉，有点趣玩。嘿嘿，小强厉害吧。哎，他们一定要打铁手了，天助我也。只要咱们逃过这波绝杀就安全了。他们要去打铁手，高湛肯定没空管小强。我去，这两人有点执着呀，一直追着我不放。那小强就勉为其难把他们都给灭了吧。吓我一跳，还以为被人打下去了。这些狙击手真够恶心的。这营地大佬都去打铁手了，咱们下去皮一波。先把这个拿火枪的灭掉，最讨厌他的甲板了。哎呦，光头大汉过来帮忙了，可惜啊，被人用火枪一下子就灭掉了。这个步枪兵有点傻，一直在放冷枪，咱们好好的收拾一下他，真的小强好欺负呀。OK， 成功灭掉，真舒服呀。后面还有一个，咱们直接满过去。你被诅咒了，属性下降了不少，还是稳点打吧，小心翻车。咱们血量很健康，这点负面状态根本不碍事。这人有点皮，一直在秀走位，想要贴身打中他还真有点困难。哎，光头居然回来复仇了，这波控制给力，咱们赶紧过去帮忙。这人肯定没想到会栽在一个感染者手里。这个大光头也太可爱了吧，报复心理这么强，太有意思了。哇塞，光头居然有点执着呀，现在居然还对这一点人下手。 KK， 咱们好好的配合他。哎呦，这人还敢开门，光头快点进去灭了他。他们也太怂了，居然躲起来了。那咱们填一波包就离开吧。还好我找了个匠守着，不然又被围殴了。我说大哥们啊，你们铁手不打了是吗？非得要小强号，真是无语了。咱们用无人机看到这营地人少了很多，现在正是突围的好时机，咱们赶紧溜。就咱们这状态，防打是不可能的，我们还是专心逃跑吧。嘿嘿，这都被我溜掉了，舒服呀。咱们找机会回家去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先这里，我是翔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